宝宝生气了。您不是有能耐您来呀、啊、这个薛飞是有些难度。还薛有难度，你甭吹热牛啊，这就退票，这就要退票。站台上撂台上了吧，你看贵气啊、哎、贵气啊，这又不是第一回了。真是售票口在那儿知道吗、哎、退票口在阿富汗知道吗？这包袱还真老。大哥，你要脸吗？你这快结束了，你要退票？现在就是电影出字幕的时间，知道吗？相交到年，得全家。就你这是得得的，就你这个得得弄的，我就难受了。好爷儿到肩上肩，哎，你来。好爷儿到肩上肩，像你挖亲戚。两口子买大衣烟，娶了个乳名儿，可问字叫大莲，姑娘叫大莲。就你这得得的，就你这个得得弄的，我特别难受。咱们有没有正经人？你聊点儿。没有正经人，没有正经人。就是我这阵，我说你真真实话实说，我今年也老大不小了，没女朋友，老大不大。我说我老大不小了，是老大多大了？我老大不小了，三周半。我老大不小了，哪儿小？哪儿小？你们不要说这句话。因为都是事实。哎，有事不能别发出来啊。晚上睡
微博再见。其实我媳妇确实年纪小啊，年纪啊，年纪确实小，年纪确实小，她还是个学生，亲事啊，说出了我的心声了，我媳妇儿呢？就你们这前几排的榜。三场演完了之后呢，您那票钱就花完了。对，您再也没有权利喊退票了。我们胜利了。因为说不让退票，这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那马先生，真听下去了，一会儿还要回去，您这会儿已经下班了。谢谢大家好。接下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证明一件事，您这笔钱花完了。说着话，我都丧良心。整场六节拼完了。千言万语在你们的事都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。哦，原来你也在澳门。该你们的事都清晰，千言万语是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。哦，原来你也在澳门。工作人员把他拖出去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将会是怎样，我们是18年第一次掐着自己大